是目前我们联系人上的对职官，唯一跟我们比较密切联系。但是很不幸的是，他的公子，他儿子今天早上刚刚电话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，已知好像锁骨已经撞断了，所以他赶快去处理。那这是不幸的消息。那对各位来讲，好消息就是他不会验收你的这个服装仪容，也不会验收你的什么这个军歌什么，所以你们可以放心了。好，所以首先我们先跟各位报告，这个场地在我的正对面，我们进来那边是第一个出口，在我的左手边，在那边可以进厨房，那边进去以后马上左手边有一个安全梯，在我的右手边这里是一个反降避难器材，把它打开来，刚才我已经测试过了。今天的会议流程跟各位讲，会首先一个欢迎，场地介绍刚才已经说明了，再来一个就是唱校歌。好，等一下，没关系啦，队长没有在，不会验收你了。然后参会的程序，然后联谊活动，我们会去入关参访等等。好，首先有没有从国外回来的同学，我们欢迎他，请起立，我们欢迎他往返。有没有从国外回来的？据我所知，周德林在美国，陈信祥在纽西兰，非常关注我们的同学会。那没有的话，有没有从华东地区来的同学站起来，我们欢迎你一下。好，没有，很辛苦，外岛的有没有？金门、马祖的。想敲开你家的门，你家的门，你听到叮铃声，别让我站在门外，有声无助的泪会徘徊，你有些不应该。想敲开你家的门，你家的门，你听到叮铃声，别让我站在门外，有声无助的泪会徘徊，你有些不应该。嘿，你是否听见了？
歌声满心呐。
黄埔校歌，革命的黄埔，光耀我民族，创不朽之事业，立国家之基础。你听，黄埔军魂在召唤，你看黄埔战旗在飞舞。校歌，革命的黄埔，光耀我民族，创不朽之事业，立国家之基础。你听，黄埔军魂在召唤，你看黄埔战旗在飞舞。